那一年就想放弃了，那一年都是黑道集资买球队，宿舍整个行政体系都是黑道，我们又被限制出去外面，那个时期其实蛮可怕的。我以前在饭店被黑道带出去，被他带出去，我会想，那过程说我会不会被活埋，不配合嘛，所以会害怕。现在我进去饭店的时候，我都要先去附近巡一下，因为不是被带一次嘛，这好几次，还有球场，人家就把你直接带走，带出去，他就停在那边，我就直接从球场。周董是目前中华职棒少数在40岁以上还在线上的球员，你是怎么打那么久的？有没有用什么样的方式？平常的养生啊，或自律？你帮我讲完了。就养生自律，说一个小故事好了。我刚进职业的时候，我们巴士不是都有两个人一起坐一个吗？对。然后我坐的旁边是那个大胖郑景义，我就看到他每天在车上，就是戴着耳机，拿着一本书。那个书是学习英文或学习日文的书，他在学自学日文跟英文。哦，自学哦，他自学。然后我就问他说：“学长，你为什么要学日文跟英文？”他就说：“学习是一个态度，就是你要一直学习。”然后那时候我有被他感染到，被他震撼到，因为他的反差很大，你知道吗？对，因为他的那个脸是那种很狰狞的那种，是比较凶悍的脸啊，就很凶，而且他很大只嘛，对对对，他英文日文都很好啊，而且他还会讲西班牙文，还会弹吉他，他的棒球知识的那种涵养量又很高，就是我问他，他都。答得出来，基本上是很会胡乱这样。对，那当初学长在米迪亚解散之后，那你再到兄弟的心情，当初米迪亚其实是比较不好的事情嘛。那有没有曾经想说要放弃棒球？有没有萌生这样的想法过？那一年就想放弃了，因为你们比较年轻，应该没有感受到那时候的气氛。那时候是风声鹤唳的，你连出门都要就是会顾左右，怕被人家跟。真的会有人是被谁跟？比方说我们在住在宿舍，就是那一年都是黑道集资买球队，所以宿舍整个行政体系都是黑道。哦。对，那时候我们又被限制出去外面，就会发生类似说哦，我知道你去哪里哦，你小心一点，类似这样子。的话，那个时期其实蛮可怕的。时间过了就会冲淡很多事情啊。但是我是经历过那时候，所以我知道。像我去饭店住的时候，因为我现在资深了，我是一个人住，以前是两个。自从那个大头教练他退休了，我就没有跟他住。然后我现在一个人一间的时候，我会怕，就是我以前在饭店被黑道带出去。是哦，你可以想象，就是你从饭店被带走，被带走，被他带出去，我会想那个过程，说我会不会被活埋还是怎么样，不配合嘛，所以会害怕。后来就慢慢用心理学的角度说，其实我已经受伤了，所以我在睡饭店的时候，我不会睡很安稳，我除非我要确认队友都在，我的心才可以静下来。现在我进去饭店的时候，我都要先去附近巡一下，对吧？大家都在哦，让自己心里对心里可以稳定一点，因为不是被带一次嘛，这好几次。是哦，那时候很可怕，就是我还要躲起来。饭店不是说要衣柜，衣柜又很好找，就衣柜再用一个布把自己盖起来，这样就乔装易容，有没有？那个是变身道，那这真的那躲不了啊，真的可以拍成一个电影。台湾的假球它是可以拍成电影的，不要拍棒球电影啊，棒球电影会赔钱，要拍假球，假球死可以，我觉得可以，因为太精彩了。哦，这个好难想象哦。其实应该有受伤的人还是很多啊，我自己都有了。其他的我自己就会想象，包含那些有涉案的球员，他可能。也有，他可能曾经经历过这一段，所以最后才配合。对，他是配合的，啊，我是不配合嘛。那他配合之后，他可能两个伤害，一个是他可能经过棒球场，他都会，你应该理解，那个背叛感应该会产生，一定会有对不起的感觉啦。啊，老实说，这件事情真的对于中华职棒的影响是非常非常大，要不然现在的选手的薪资待遇绝对是比现在还要好很多。那时候的事情导致。选手的薪资是有停滞的情况发生。那段时间受伤的不是只有球迷，球员其实也受伤。你没有讲受伤，这绝对没有人知道。这没有第一次在这边讲。哇，这感谢你献给我们频道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，好吗？我第一次讲哦。哎呦，哇，这个好难想象哦。所以很多次都是在饭店，那很多次还有球场，球场也有，人家就把你直接带走，带出去。嘉义市斗六棒球场。斗六棒球场不是有一个长走廊吗？对啊，然后车不是可以停在后面那个巴士？对啊，对啊，对，他就停在那边，我就直接从球场走那被架出去，本来在练球，
在比赛，老板找我们聊天，就换下来了嘛。说啊，那个事情你先下来，那个老板有事想找你。我说啊，在这边哦。他没有，在外面。我说啊，我还没换吹，不用换了，我们先出去。宾士车就停在那边，我就进去的，就叫我去聊天啊，就洗脑的，也没有对你没有动手什么，没有，就请我出去。可是我穿球衣出去，就类似这种场景常常发生，而且历历在目。我到现在还是会走那个导致棒球场那一条通道，还会对我都要先踩一下。脚踩一下，比较踏实一点的哦，就再进去。哎呦呀，这个真的是个阴影。对啊，但就是去聊天，聊天洗脑啊，用人性的那种诱惑嘛，就钱啊、利啊、女孩子啊，对，类似这种，一定是这样。哇，啊、那真的，他招架不住的队友就一个一个沦陷嘛。而且那个钱又那么多，要怎么样经得起这份诱惑？我觉得你自己的决心要抓得很足啦，要真的把持得住自己。那真的是风声鹤唳的年代。对啊。那今年到了中信兄弟之后，你其实都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。从去年其实你是正中的主力的打者，那今年转变成一个幕后的领导、领袖，幕后的黑手。你转变到幕后的金手，幕后变成了幕后的推手，有没有什么样的转变啊？我们先讲，如果去年的话，你还是选手的时候，你是怎么样去帮助这些学弟，帮助球队？尽可能提携一些学弟啦，因为学弟他比较懵懂嘛，而且又很年轻。现在的学弟都好年轻，18岁就进来，所以他们对这个环境的认知度没有那么高。认知度不是只有技术哦，它包含有整个环境的认识，还有你对你自己的认识。你就慢慢的一点一点的去跟他们讲，因为有的会比较好胜心太强，有的又很容易钻牛角尖。对，其实我没有教他们很多训练的方法，都是教他们心态的方法，还有训练的方法。有没有教他们要买书？他们都会自己跟我讲说，像你为什么都没有叫我们买跑垒靴？现在要注入另外一本哦，跑垒靴哦，跑垒靴哦，跟许峰斌教练阿斌的动作哈、哦。然后还有阿斌的挑眉啊，巨石强斌，技术的训练基本上很少，所以他们有特别来问我才会稍微看一下。但是我觉得他们都很厉害啊，技术都不是问题啊。对，就是训练的方法可能有一点地方需要微调，有时候就是多了，有时候是少了，你要刚好啊。对，回推到前面讲的那个稳定度是最重要的。他们要去自己去找他们的那个稳定线，要自己去练习去找，慢慢的嘛，慢慢的，慢慢的。那在今年的冠军赛，有没有什么样让你印象比较深刻的个案或者是选手？印象最深刻就是超级淡定的大家。前一年我们还会很紧张，互相还会讨论说，我们要怎么打，怎么打。啊，今年呢完全没有，好像在打例行赛一样。就进去我们会有要等准备开会的时间，对，大家可能就做自己的事，就很淡，很平常这样，一点都没有那种紧张感。冠军赛的前哨紧张感没有。所以某个程度上会不会是他们因为去年已经打过了，所以他们今年就相对的有经验？这也是其中一个嘛。再加上我们农场的系统又很好，心理学的系统也很好，训练也到位。体能重训都有，场馆都 OK， 所以反而是他们会说啊，不就是当例行赛打这种感觉，他们还会跟自己讲说啊，就平常啊，就一样了。所以今年完全没有发挥到你的作用，第一场而已，就第一场那一局，我们前面得三分的，后面就有一点停了。在比赛的时候，你会感受到那个节奏，对，会被他们带去，就很容易会让对方得分，就有稍微急了，就那一次而已。其他没了，其他就很非常顺畅。其他三场完全没有很顺，最后是九上要上去守备的时候，之前我叫家军去集合，因为他已经算比较资深了，让他练习。最后当学长，对，最后跟大家讲个话，这样那时候集合就讲得很好，是一个不错的集合，这样。